将军。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你别看我，我好不容易忍住了，你再跟我又要哭。疼吗？手拿我看一下。那只。忍着。啊！那着。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。还疼吗？干嘛呀？这么看重啊？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万山利用自己的职权，对唐鑫进行了性侵犯，犯罪地点就是万山办公室那间带着密码锁的休息间。嗯。唐鑫给你的证据和你拍的视频呢？在我手机里都让小混混抢走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好好在家里边休息，公司那边我去帮你请假。还有，万山唐鑫的事情，你不能再插手了。那怎么行啊？那怎么不行？你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，还想管这么危险的事情？谁说我自己照顾不好自己了？那个小混混他也受伤了。将军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哪个混混还在街上去抢钱？那混混很明显就是万山派过来针对你的，你现在和唐鑫的一举一动应该都在万山的监视当中。你如果再去接近唐鑫，只会让自己更加危险。不是，那也不能放任这件事情不管不顾吧？那也轮不着你来管。那我也用不着你管，我自己会把。老板，明天下午的会议往后调整一下，我要和范总出去一趟，可能会晚一点回来。那你能确定几点回来吗？不确定，先定到。三点吧。来了，来了。哎，江湖救急！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就为我下你们家浴室，我洗到一半停水了。我去，老大，玩的够刺激啊！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不会这个都要收费吧？那边，谢谢。将军，怎么了？什么声音？来了来了！怎么了？那个那个狗跑进来了！我眼睛全都花，我看不清，你帮我弄出去。我这不太方便吧？我也没脱衣服，洗个头而已，快点，快点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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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过来，听话，过来，我让你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啊啊！咋了？好，咋了？
哪儿呢？那哪儿啊？我先把头洗了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是故意的。我绝对绝对不是。绝对绝对绝对是故意的。好，我是故意的，我是故意的。我来。哪儿疼啊？啊，这儿，这儿，嗯，来，就这儿。看我干嘛？要不然我看哪？看天上。不要，太累了。平时最清楚。再看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。你以为我愿意看你啊？哎，你怎么那么自恋呢？我就是看着前面，你为什么觉得我就是在看你呢？姐夫，